爸爸，妈妈前几天呢、跟姐妹出去玩，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，今天要回来。那你知道我妈这趟走吗？一个小臭不要的啊。所以你真的想不出来妈妈讨厌什么？真的想不出来。有啦，刺青。真的嘞，妈妈不喜欢刺青，身体仿佛受刺父母，觉得要干干净净的，不要去破坏。所以呢，就要准备几张纹身贴纸。不会吧？假的啦，很快就掉了，你不用担心。特地挑一张，就是这张献给你的。什么东西、你也喜欢一些佛教的东西，我就觉得画得很精细，开心吗？那我就选这两个，因为是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我摸你半秒。不是，可是你会喜欢这张，你要跟我换吗？那小院长吗？不用了，我还是喜欢阿弥陀佛，不管自在菩萨行。不提色受空，我只知道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色亦复如是。还有这么一整年？还有什么？因果报应啊，什么坚持成功啊？你可以选一个字，就代表你今天的运势啊。你的运势是什么？看看。六吧，六吉是。你知道代表什么吗？我们现在很开心，等下妈回来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很难过。你妈回来会不会气死？我想试试看。风云，有风就有云。还是说我人生如风如云一样，漂浮不定？太大了。那我就这样子。发这个小段小点啊。我可以啊。中间吗？好。好大哎。那你喜欢佛还是大侠？佛啊。我也爱到死哎。其实这样子我是蛮期待的。试试看。你把它连起来，连起来。笑什么啊？再见。Oh my god， 小失败。怎么那个嘴巴不见了？很有 feel 好看哎，很帅。你不笑吗？我妈一直很担心洗不掉。哇，你六级身份超美的，这随时在提醒你。那我们练习在这里吗？对。我先看一下。怎么样？我摸一下胸口。怪怪的。五千公尺五百障碍，还有腹肌挺身，最少一百下以上，连续三年哦。表现相当好。当兵嘛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但是手臂怎么还是这么细啊？或是有健身的人啊？奇怪。没有每天呢。不要哦。当兵是每天。前面有爸爸那个女人在比肌肉。OK， 爸爸，那我们万事俱备了，就只剩下布啦，拭目以待。快点来，看到卡了。
接。现在我完全不想理他们。今天觉得这个北部也这么多年，因为没时间哦，听囡仔跟咱来，我跟小孩子是缺少沟通，所以说现在也是有点遗憾。所以说那个网友问的也是跟当初的问题是一样的。如果说我国中的时候，我可能跟你们沟通，你们会听进去吗？跟你讲，你听得懂吗？为什么听不懂？预设立场，把你当作很小啊。好复杂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心情。那我会觉得我爸妈老古板吧，我去讲他们可能也听不懂。怎么沟通？不然就会直接放弃沟通。要是我没有沟通，就不会吵架。终究因为这样子放弃沟通的话，那他真的会面临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。是因为在未来的生活中，你真的缺一不可就是沟通。人嘛，是相处。爸爸妈妈要赚钱养家活口，压力也很大。小孩子有时候也是要体谅一下。做小孩子的也要偶尔嘴巴甜一点啊。爸爸妈妈讲说啊，你们辛苦了，听起来也很舒服啊。啊，小孩子是不是有改变了，长大了？对。或是你自己处理一些事情，像如果你好，我跟你讲，你未来可能你想要做什么事情，然后爸妈说 no 不行去做，你想读书，你想要去表演，想要去打篮球，很多父母亲会觉得就担心你会不会以后吃不饱饭啊，穿不暖啊什么的。现实面，我觉得小孩子要自我意识，你要想清楚，你那是自己真的想要，你要真的很确定，那就去做，真的，很好，因为我也是啊。真的要很认真、很努力的去打拼。当你成功的时候，你父母会在旁边说：“我就知道你在做的过程中，他们在那边一直吐槽你，把耳朵关起来，你这不要听，会很受伤。反正你就坚持自己的理想，不要放弃。对，人生就这么短，是你的人生还是你爸妈的人生呢？是我的。”哪里飞有风就会多远吧，好棒啊，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，唱不停。